年2014南投国际沙雕艺术节呢，它的整个策展的想法是用梦想流域。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知道，整个猫罗溪它是一个地景，那它长久以来的一个积沙变成是一个高滩地。那我们在整个这今年梦想流域里面呢，我们又把它分为三个大的区域，上游、中游、下游。那从吉庆的一个沙洲，就是叙述整个台湾欢欣鼓舞在过年的时候那种情境，那另外美好年代，也就是说用沙看台湾的部分，是结合现当下的一些时事的一些议题，用艺术创作的一个想象结合进来。那另外一个光景未来就结合一些互动像我们的 3D 电影动画，还有沙雕的体验跟一些未来的生活的一种想象，把它表达在光景未来这一区。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介绍呢在未来的一个城市里面呢一个女战士跟飞龙的坐骑而且在整个猫罗溪这边的沙要去刻出这么的立体，这么的细腻要考虑它的结构跟美感所以这个是用一个飞龙跟女战士的一个表现叫龙翔未来。整个要表达的就是说在未来的一个生活里面可能跟科技的机械的一些电脑的结合，所以在未来的生活里面可能我们中国对龙身为变为自己的一个坐骑的那种想象可能你出门不是开着车不是搭着捷运，而是坐着飞龙，然后到你想要的地方去。这个就是未来人，就是人跟去机械去相互的结合那在这个作品它的一个表达呢，基本上它在男生他的一个肌肉跟机械之间的那种想象把它结合在一起，这是必须要发挥很多的一个机械跟人之间他未来怎么样子去做生活的一种展现。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个作品他的一个肌肉还有他的一个血脉上面的一个表现呢表达的非常的细腻这也就是说在雕刻的一个经验上面要非常的有对人体解剖非常的概念很清楚的，才有办法去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未来人的沙雕创作。这件是未来之心那也就是说他在表达在未来事实上他用一个男女之间的爱事实上我们对好像高楼一个很时尚的名车只要有高楼有名车有豪宅好像是叙述一个人的那种阴阳的一种欲望那在情欲之间在城市之间的一个触动，所以也是这整座所有的沙雕群里面稍微有露点的那也就是说它是在这城市的一种欲望的一种想象，而且它的车子可以腾空的一个飞翔那一栋一栋的豪宅，一栋一栋的一个高楼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对豪宅对像名车而且那边车子冲出来上面还刻着我的车牌的号码刻在上面那这就是一个未来之心的一种想象，事实上也就是表达人对这种物欲的一种追求。这个海洋城之恋这件作品呢事实上我们知道那个在佛经里面呢，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他在好几世以前就是一个很大很大只的海龟
哦，那大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可以在上面盖出你想要的城堡。哦，那在未来的这个想象，我也是希望结合这个海龟呢，哦，我们可以在这个海洋里面就住在乌龟的壳上面呢，它可以到世界各大海洋去享受在海底世界里面跟它是跟我们的一个海洋生活融合为一体的一个想象的一个城市等于就住在你家，从你的窗口可以看到鲸鱼啊，看到很多的一个鱼群啊这样子的一个想象来创作这个海洋城之恋。那个形式，事实上那个形式是有一点像日本哈那种空中的那种城堡。那我们知道每一个都市里面都有一个信仰的中心，那上面那个建筑，等于就是说在这个城市里面，它事实上它也有一个信仰的中心在里头的。这个机械之城呢，就是我们在未来区一进来就可以看得到的哈。那它是可以在我们的一个空中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海龟是在海洋里面，然后这可以在空中的一个城堡，然后透过一个机械的人那可以我们这一次要到哪一个国家去。事实上是不用搭飞机的，只要坐上我们机械之城，可以到我们想要的那个城市去那也就是说用移动城堡的概念来做设计因为事实上这个整个城市来讲，如果它是一个很严肃的表情来带这个城市呢，事实上它是没有一点趣味的它带着这个城市一定要懂得去取悦大家，所以它是一个开一个一闭的，甚至它的牙齿还蛀掉了这样的一个趣味的表达的方式，因为这样也一方面让游客他一看到，他也会装着他的神情，然后跟着这个机械之城来做一个对位的一个摄影。